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5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12天啊。每天来妄图这儿冒个泡是吧？好，来前往这个比武大会啊。我们这个妄图铁粉和任我行，你看他们又是实力均衡，一个是81万，一个是80万。比赛阶段这个是已经开始了吧？压不了了啊，已经压不了了。但是你现在还可以预测一下，左边是三个9天，一个暗，然后两个杂戏，右边的话是一个暗，一个时域，四个在一起的。这个四个加在一起，这个加成还蛮高的。我盲猜啊，应该是右边赢啊，但是左边这个星级啊，它有个高星凤凰，右边也是有个9星凤凰，其实星级是差不多。这边是10星的啊，有个10星的这个蚩尤还行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只能等等看他们这个战斗啊。这个战斗不看其实也罢，最重要是我们要能拿下。我们拿不下这个有啥意思呢，对吧？然后这我们报名的时候那个战力是不是就锁定了？我们现在提战力还有用吗？这有好像有用吧？我们先试一试啊。就是首先应龙它是可以升星的吗？已经升了。大圣的话也已经升了。今天想抽西河地藏麒麟雄奇，这个抽不出来啊各位。今天唯一有可能抽的就是这个圣灵殿啊这个东西。然后今天没有出这个新活动，圣灵殿的话抽400抽，我们昨天说我们要抽到400抽，把这个拿到，还差100抽，这100抽今天得来搞定啊各位。然后这里这个雄奇其实已经可以买这个648的了，这个也比较划算，这领取一下啊，这个又是好东西。然后这个活动限购，这个其实没啥作用，刚好两个648结束啊，对吧？然后我觉得我们之前几天为什么运气一直不好，抽这个盲盒一直没有抽出来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当天没有充值的时候我们就抽这盲盒了。今天我们先充一个648，然后再抽盲盒，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啊。盖都卖号了，卖的也是我水友啊，别关系。然后这儿已经充了一个了，来小龙盲盒，今天2次，来，对吧？擦干一丁点吧手。还干净，你手上有脏东西是吧？好，18.88，这有脏东西没擦干净。啊，舔一下啊，舔一样，怎么我都是18.88？这坑呀！连续4天了呀。啊，这个积分兑换其实，和大家说一下，这是积分兑换，一个是我充值可以兑换成这个七里币和那个啥，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现在就有了，它是得要等到客服审核之后才会有，应该是。然后另外是你们这个邀请码邀请了别人充了1000块钱可以得70的这个积分，就可以直接兑换成这个微信红包了，是这样子。去竞猜是吧？冠军联赛啊，一个是利飞羽，一个是山商，698000和700000。猴子右边凤凰，还有这个饕餮，饕餮是防御，还有这个，那个是鹰头螺，没伤害，有伤害的。他们低战来说有，我信左边赢，我相信右边赢，我们来赌一下。哇，右边的人都没有人支持，都赌左边。对呀、啊，他是双系加两个光，我操，加的不多，那系加的多，这是暗系两个，他有两个光，也是两个9天，也是一样的、啊。我觉得右边很强。等一等，支持阶段还有1分钟，他们开始战了，我们看一看谁赢呗。那红包可以领 啊红包，哪红包？比赛那里啊，那左下角有一个红包，金钱币。哦，这个可以领取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先抽圣灵殿啊，这儿还需要再买一个648，完这648我们就解放了。这游戏现在加不了什么战力啊，必须要出新活动，所以各位可以按耐住自己的这个焦躁的内心，对吧？尽量少充钱，等新活动来了再搞。对啊，这个活动很贵的，如果不是大家下载支持，我们也充不起。来，小龙，我们就开始抽吧。又是来应龙吗？那只能来应龙呀。那不得抽重启吗？能抽重启试试看，都行，反正保底不算。长沙有没有疫情防控？重启哪里都有，但是长沙还行还好。前中感觉多抽点五星钱呀。也行，但是不行啊，前中你这一个都没有。对吧？那因为我要出大奖了，是吧？那不是好，你看人每次都有五星，这每次都有五星。小龙这个再多腰了啊，对吧？还敢和我比？我操！你看你那个，你一个都没有，这假的吧？爷爷，好，你也差不多，3、2、1，走。看我是20，你是20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看我两个五星，这不是一把就回来了吗？你呢？我又比多一个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最后这次，好，没出，好，就是、没出看我的，他这个。猪概率有问题，各位8平。好，这保底来自这个应龙，好吧，谢谢。OK， nice。哇，3个5星，你看这叫什么？保底不是重新抽啊？对，重新抽，其实一样的，一人10抽。假如出来个地震，哇，3个5星。哎呀，你没出来，没出来。好，各位，哇，3个5星，我操，这开始运气好了啊，对吧？我们抽完了，他说开始运气好了，我操。好，这个东西到了。就可以搞事情了。来，我们先看这个比赛啊，进入对决。我是赌这个山商赢啊，右边小龙赌左边利飞羽赢。皇帝上来就直接说，错一次再开始吧。
哦，两边都有皇帝，这有啥？来看一看，你看他们这个实力相当。右边这个白泽都要死了，你右边。哦，左边有白泽呀。等一等。但是你看着猴子，看着看着就敲死他。猴子来一棍敲他。拿起来。十，我操！再来一棍、哦。好的。哎呀，看到没？死了。这朱雀怎么能当刺客呢？他不是法师吗？法师他也算啊，那我擦。你看血都不掉。为什么右边这个那么没有杀伤力啊？哎呀，右边。圣殿十八字日还没有出呢，各位先等等。白泽雷神，我擦！右边有还有肉吗？妹妹还有辅助吗？没了。这、哎，他们复活不起来的、啊。他们为啥把白泽放前面呢？我想不通。因为这个先死也没关系。那辅助他死了就没人回血了呀。不要也罢，能多输出几回合也可以啊，都一样的啊。一葫芦又死了。啊，这把没了，各位。我都说左边赢，你还右边赢。为什么你要这样觉得呢？就因为有个猴子啊？不是猴子，这边一个输出都没有，稳定输出，单输出。嗯，我觉得一陀螺还行。他群体的打不死，人家一口就来起来了。但是凤凰性级低了一点，问题不大。啊、来，每个特惠，给大家抽几个蛋，表演一下吧。游戏名单怎么下？右下角就下的九州一休息就可以。下方小铃铛。好，充个十二，多的我也不想充。这游戏针对我，但也没出什么好的东西啊。就是这个 CGB 100CGB 都不给我，还别说300的，还别说这个手机了，啥都没有，对吧？我哥昨天还红包还中了，中了个啥？中了1000。哦，那奖池是吧？我猜。嗯，除了老六和博哥都中了，就咱们没中了。啊、哦，我看一下是在奖池。看一下记录。你看我的中奖几率，我猜9.83%。我看一下奖池开奖记录。看没，博哥。博哥中过一次。天，老六接中。冻仔。动仔是这个吗？这是老六啊！天师拯救世界，这是锤子。对。然后这吕寻芳，他说，这个人一直没有找这个官方去领这个1000、嗯。这个人也是个大佬，充了钱就跑了，我的天哪！啊、邮件我们来领取一下啊。御灵师排位，哇，这还有陈森新装备和11个蛋。来，小龙，我看一下这个结果。我们这个币255个，还可以。戏曲，帅气荒，这个要赌谁呢？这边食欲有四个，哇，左边有个麒麟，麒麟很强的，左边是靠蚩尤和凤凰打输出，右边是靠蚩尤和这个是象柳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其实不好赌啊，我觉得赌这个其实亏本的几率很大。天赋花应龙本体太亏了是吧？嗯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不赌也罢，我赌一点吧。来，小龙，谁输了谁喝半瓶水啊？就半瓶，可以啊。来，你赌那边，你先赌。好，我先赌啊。小龙让我一手，嗯，我赌，想想，回血的右边多一些，两边都一样的，右边多一个。对，我赌右边。那我赌左边。好，来，我们压一百。别玩了，我昨天就是破产了。压一百啊！400多一下就破产了。我赌右边。待会儿来看一下，还有几分钟，还有16秒开始了。限时活动，这又是奇遇达人。接着猴子要再生新，需要什么条件啊？我想看一下。需要三个猴子。材料是可以搞出来的。我的天哪！他这个好难。今天还有那个羁绊。嗯。羁绊是哪个？就是在一手里面。哦，羁绊有一个可以升，对的。可以升好几个，先没有。就升一级，加25000。哇，这又能升2级，加8000，加15000，我擦，加15000呢。对，这个战力真的不好搞的，到现在这个战力是真的不好搞。来，天宫炉全部合成，哇，99万啊，那么少吗？气魂等等吧，化虚池现在都化不了。来，我们先抽一下这个家伙吧，我看一下，鏖战比我们还强，就是林冲他们。他们林冲比我们还强，他们全部存蛋的，他们好多是存蛋的。明白，他们是真的厉害。我靠，他们也有大佬啊，盖盖也很强的。来，我们先抽着这个蛋啊，这蛋今天就不赌这个了吧？对，好啊，这是保底，是，这是保底，没有错。行，抽，抽多少？我们抽1000多少呢？1054，要再抽就是抽到1200。孵化周卡的话还有2天，积分孵化一个。呀，这一般的山神。来，冠军联赛今天就看这个啊。右边也没伤害是吧？其实我感觉出来右边伤害太低了，但是左边伤害也不高，就是主要血回上来，我擦，
使劲打白虎啊！我操，快死了！不行啊！来凤凰补一下输出。我赌失败了呀！凤凰补一下输出。凤凰，别让他雷起来呀！我操！我这个白虎先给我死！我操！哇 ，nice！ 弄死一个。这朱雀玄武再给他弄死。朱雀咋不打人呢？加血加血。那朱雀没注意看。那朱雀咋不打人呢？帅气洪荒获胜。嗯，哪儿？是支持哦，帅气洪荒获胜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刚刚那局呢？那局不在了，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那局这两圈，那我们刚刚不是压的有戏曲？哦，我们这是戏曲。对、啊，你们刚压的戏曲，这咋两圈了？哦，是帅气洪荒，我操！完了，我要喝水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完了，咋数字都没看到？这个神盖盖进入这个冠军联赛，我的呢？来，我们继续把这个搞一下。像我们打这个，哎，博哥。哎呀，他是380万战力，他不行的，这个是战力没有更新的，各位。这我们随便看一下吧。我的应龙速度确实要快，而且输出确实要高很多。然后这穷奇只要不死就行，哇，他穷奇要嘎了，我穷奇再上一下，他不就没了吗？啊？我穷奇打没有打出伤害来，老眼睛了。他在演戏。这穷奇是个演员，擦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大圣速度快。我应龙直接给他秒了，打他四个一次性，对，很强，然后再复活，然后猴子杀他穷奇，好 ，nice 抓死，再呜，半血了就，他抓死人的话可以继续抓，对，主要是他这个输出好高啊，应龙根本扛不住，这个应龙强是真的强，仙女不上吗？仙女还需要几天啊？等一等，我们还没有仙女呢，我一棍子弄死，哇，这个西河直接被禁掉了，还被打残了。这个差60万战力，那么夸张的吗？东中直接东中干死的，东中给我晕了两个，哎呀难受。但是他前面那是被晕住了，很 nice， 他没有输出了，只能加血。你看右上角这个伤害，我圣麒麟的伤害都比他猴子要高，他猴子是被禁锢了。哎呀，这怎么打我穷奇？这就是踩了猴子啊，好像不太行，这又被禁疗，这穷奇太恶心了，这就没了，这就跳过。趁他菜啊，要他命，赶紧把这个积分打一打。明天其实我们就真的没有活动了，各位，明天就特别惨。因为这个我们本来今天也不想抽这个圣灵殿的，实在是因为这个成就里的这个东西，我们今天要拿到，就400的那个东西啊，就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们已经拿了啊，拿到了，然后现在是420抽，其实20都不用抽的啊，这应该再抽30抽是不是？那不是80抽才有？哦，80才有，完了，我看错了，我还以为450。哎呀，这个不需要搞了，这个应龙。我们要不要买啊？各位，应该不买。他这个是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天活动。我们差两个应龙。对，现在是差两个应龙，但是，以后有可能出，但是要再出两个的话就比较难。再出一个应龙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要我说的话，这个其实我是很想买的，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，比我们今天买的这个68其实是要划算的。哎，为什么就看不完了？光头最菜打，哎呀，为啥我们就开打博格呢？我们是424万啊，他是399万，这总决赛了，直接总决赛了。直接总决赛吗？对，你看上面写了总决赛。总决赛。哎，怎么不压我呀？各位，图图不一定干得过，怎么压博哥的人多？哦，压我的人多，抱歉，压我的人多。各位，到我和博哥了，来，谢谢各位，看一看吧，这有可能打不过，不是稳赢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阵容有点问题，而且我们这个应龙比他快，我们直接被封印了，但是解开了，啊，应龙被秒了，那他穷奇被秒了，哦，穷奇怎么就被我大神秒了？对呀、啊，看我们这大神说说就疼疼，我操，那待会儿不得好好讲点他的东西啊？我操，这大神太强了。这练体待会儿再给他练一下。啊，应龙没有遇到人，只能打两个人。好，起来了。但应龙只打后排，不打我这穷奇打不了啊。你看，再难起来，两棒死，三一棒哇，穷奇直接给挠死，再来个西河。后期穷奇起来，直接一秒六是吗？一转一个。雷震子和哪吒没见过的，只是听说过。好，西河被秒，我们不一定要用啊。西河被控，哎，别秒。哇，三棒，还是强的。棒十，哇，高级复活，太高级复活，只有一棒、啊，哎，这白加血了，能不能把穷奇拉起来？穷奇可以秒他两个，我操，啊，又复活了，他刚刚西河被秒了，又复活了，啊，又复活，高级复活，他复活3-4次了，这个西河无限复活的，我举报他该挂，你看又复活，有毒吧，各位，我操，他是复活几次了？他到3%，15%，穷奇能拉一下吗？翼龙被控了，解一手，西河只有西河才能解，是西河解一手呀，打假赛啊，这个，不是他。没了呀，免伤这太假了，过了这么多次4-5次，这假的，我们是4-5的，现在我们吃亏啊。
四打六了。啊，穷奇来，穷奇来一个，开穷奇一波秒三，他能不能高起来啊？一二，哦 ，nice， 差一丝，差一丝，我穷奇是比他穷奇厉害，穷奇快死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一口，这边倒是，哦，高级火，我们有，我们也终于把他这个西河给揍了，烦死了，这边来一个，地藏来一个，我倒是死了，高级火，好好就比拼谁的高级火厉害，就比拼高级技能，还是得看技能，这技能超级强，什么属性全都没有用。对吧，伤害直接就溢出了，啊，应龙没了，没关系，我也从揍你的应龙。哎，我们四，我们四打三，我们两个辅助有，我们满血，赢了应该，应该赢了。奖励的预览看一下，第一名奖励什么？奖励9000的冠军积分。哎，走看一下，没到，还没到，没到，还需要等等，等他结算一下。这儿炼体，对吧？我们这猴子那么强，给他练起来。猴子觉醒了更强，怎么觉醒？就是再抽个猴子，天赋啊。那天赋加30%，哪来的猴子？搞不了，搞不了，搞不了，这儿能升级了呀！明天咱们这个圣灵殿东西肯定就要换，对吧？明天咱们就可以多搞一点，这个就是多搞一点活动啊。明天换个穷奇比较好。我们这个积分现在是多少？大家都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各位的这个收看，也谢谢各位的这个下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